法师最同学真多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280面啊，280面，倒算第三行经文看起啊，无作佛时，国中无不显明，即句是第28愿，国无不显愿。所有众生成五国家，该当一心自有定主。这是第29，自正定自愿，因利连老。心地清凉，所修快乐，犹如老金比丘。这是第30，乐如老金湾。尾后的这句啊，欲起相念，贪戒心者，不出正觉。这是不贪戒心愿。这种里面有4愿，对有种正面的一种，第28到这个第38。到38愿，应念受供，为业彼陀众生愿，拢是阿弥陀佛，业受极乐世界众生。在这几愿当中，咱会看到极乐世界迄个所在。这个居民啊，因的生活的状况，表结了各种众生之功德受用，有将头前的一种，已经是有4愿，如今咱有念结了，这个所在咱重复过来一遍。国无啊，国中无不显明，是第28，国无不显愿。自有定主以上啊，是第29啊，自正定主愿。犹如老金比丘以上是第30，乐如老金愿。最后六气相连嘛，贪戒心者不出正觉，第31不贪戒心愿，不出正觉呢是4愿的总结。这4愿若无成就，阿弥陀佛就不出正觉咯。正觉啊，就是咱讲的伊不成佛。现在伊伫西方极乐世界成佛啦，已经10劫咯。换即句话讲，顶面的即个4愿，伊拢实现啦。无好一愿是空愿啦。下面黄念老甲咱介绍。每一关给人介绍的啊，第28，国无不显愿，极乐国中尚无不显之明，何况有不显之实呀？
这故事总说，你叫了世界，听未到不贤的名利呀、啊。比如讲，咱这个世间讲不忠不孝不仁不义，这拢是不贤名。贪婪、嫉妒、怨恨，这也是不贤的名。啊，叫做世界，连这名言啊，都拢听无。当然啦、啊，搁较无不贤的代志呀发生啊。而且伊下当啊维持到十劫咧，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十劫咯，后面是不是变质咧？是不是亲像咱这个世界？比如中国历史上啊，伊所讲的三代啊，夏商周。开国的这些帝王真好啊，人民生活也非常好，社会安定。可是到甲末代咧，未几了后啊，因为到下。受困了，人民贪多享受，渐渐风气就变态了，最后到亡国了。上通600多年，亡国；周朝800多年也亡国了。耶路世界是不是要这天啊？佛在经典上跟人讲，耶路世界永远啊无衰退这天。什么原因呢？咱想看嘛，应该是会当理解，应该是会当啊接受。一个所在是诸佛如来教学的场所，教学无一天中断。一个所在称为经络，落伫倒位呢？落个是什么呢？啊，咱这个世间所落个是五欲六尘的享受。真都好，迄、那个世界五欲六尘完全无啊！若无这个代志，五欲六尘的名称也无啊，名利都无啊，哪有是不显明呢？对，这所在咱的体会到，迄、那个所在落。就亲像孔夫子在《论语》里面所讲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啊，你啊，这个都是学而时习。啊，《大乘经》里面所讲的欢喜充满啊，相信欢喜心啊，还是讲无？世之间离开法，这是佛法啊！无事离开道啊！咱这个世间虽然有法有道，
一天二十四小时当中，伊袂当相续不断。过何况法性土内面的众生，法性土是十不庄严土，大家啊拢也是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的人啊。在咱这个世界讲，拢成佛了。哪有故事的？四性法界里面已经都无恶念了，何况是佛陀，也故何况极乐世界同居方便土。得到弥陀四十八愿威神加持啊，大家啊拢嘛是阿弥陀地菩萨，虽然家己是无证着，但是有咧加持啊，阿弥陀地菩萨的智慧神通道力。往生的人，大家啊，拢有啊。连这个凡心动机土下下边往生的，也无例外。咱明白了，咱体会到了，这是。名副其实，真正是极乐世界啊！这个极乐是法喜充满，跟咱这个世界完全是无同款。啊，这四观内面，大神跟咱讲的。这个世界听不到不善的名，连老古跟咱讲，这个世界的人拢是自证定住。啊，这个证定就是明心见性、大彻大悟。因的路，路如老金，在这老金不是阿罗汉，阿罗汉是修行老金。而行阿罗汉是啥人呢？发昏地菩萨啦，十地菩萨是大伊的快乐啊！拢真像十地菩萨的享受，这是咱无法度人体会啊。尾后这是勉励咱的，即愿不贪计心啊。咱这个所在六道凡夫，上界难破的即关啦，都是心坚啦。啊，起心动念。拢是为着这心来咧想的啊，这个啊，都是造业。极乐世界的人，甲这心未记甲清清气气啊，这点咱啊真清楚。在咱这个世界，
小城呢，新建就破了。开始破呢，是小城初古。究竟破呢？未搁再生这个念头咯，有我这念头，阿罗汉。那是讲咱用金刚经的经格来讲，金刚经的前半部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是初破殊陀丸的境界。金刚经的后半部，破四见了，无我见、无人见、无众生见、无寿者见，啊，阿罗汉以上的境界啊。这嘛，甲咱讲啊，真正修行对对来修，对破心见。啊，所以这关是提醒咱的啊。有了世界，无可能有一个人有心见，所以呀、啊，永远都是无不显明啊。这都你的这地啊，两地极乐世界找无一个自私自利的人，无这款人啊。因的心就甲经地顶面所讲的，拢是清净平等觉啊。圆满啊，古曲发昏的境界啊！咱看下面这段注解，第28，咱啊，刷落来看。两书大书院，比尊佛刹，这比尊佛刹都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，无恶名，你未听到恶名，亦无如林，你伫迄内面所看到的，每一个人的心相啊，甲佛完全同款。经上所讲的，该是32相80种好。祖师的注解内面甲咱讲，这是世尊当年在世，在印度，随顺世地所讲的，这话讲啊真有道理啊。为什么呢？如果是十地菩萨的境界。当然是心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啊！不心如来啊！一般大乘经常讲较真多咯。啊，无恶道，恶道听袂到啊！像得生道、修罗、出罗刹，这名词底迄地无啊！啊，五鬼地甲骨甲是听无咯，乃至啊，没有诸处恶地色。啊，恶地色是不善的人啊。六道内面，每一道内面都有不善的人。你西方极乐世界唔捌听讲过，界标记录没有不善呀，名都无啊，当然无熟悉啦。这是一个
纯仙纯净的世界啊！纯净纯仙，注意想看麦，这是偌大的福报啊！人哪讲无病痛，轻微的烦恼都拢无啊！人离苦了，国土、山河、大地，咱这个世间常常听到的有水灾、旱灾、风灾啊、地震啊、海啸啊，叫做世界无啊，这名词是永远听无的啊。咱来知影咯，咱若无修福，哪会去到遮尔大福地去呢？这是大福报的人啊，才会生起迄个所在啊。中国古代谚语甲人讲：福临故福地，福地福临居啊。这是世出世间第一等的福报啊！第一定的福报是什么款人？对阿弥陀佛，对极乐世界，真心、真愿、真念佛，这种人就是世出世间第一定福报的人。就是纯净纯仙的人，变化界、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刹土，在理想讲啊，佛佛道同啊，在思想讲也有小小。诶，这个差别，啊，真正到一丝毫缺陷都拢找无啊！只有极乐世界，所以诸佛对阿弥陀佛的赞叹，这经常有啊，赞叹阿弥陀佛是佛中之王。王中极尊啊，这不是假。哎，在咱的目睭前，这款的一个生活环境，咱无想要去哦。想去就爱认真来做。对众的原理原则来讲呢，华严经佛讲得真好啊，变化界、虚空界，包括极乐世界，也包括咱这个世界，对这位来，为心所现，为识所变啊。这是跟人讲理啊，理想讲会通，思想咱就爱相信。所以，叫做世界是家己清净心变现出来啊。阿弥陀佛的清净心变出来啊，也是咱家己的清净心变出来啊。那要是自性真久咯，现在知影讲这个代志，
但是要安怎恢复清净？家己也无办法啦。阿弥陀佛，甲咱做正常言，帮助咱恢复清净。伊用什么方法帮助咱？都是四十八愿啦，具体的方法啦。四十八愿是阿弥陀佛自己讲的，所以这愿门内面每一个我，我做佛时，那个我就是阿弥陀佛自称啊，不是别人啊。释迦牟尼佛给人啊转述，咱才知影。那你明白了，咱信心就建立了，咱真正有信心，会往生极乐世界。会当祈到家己的这个发性土，助他不离啊，生活不离啊，这拢是甲咱讲原理啊。由往生论文，净土古朴，你两种机嫌故，这个故事故事啦，应知。你吃体呀，你吃是名，体有三种，一吃离生林，你吃如林，三吃诸君不顾的人，马不处三哥哥，名立体吉祥。名马有三种，非但啊无三体，乃至不闻离行如林，诸君不顾三种名故。名利名其嫌啊，上论中啊，就是往生论中所讲的其嫌名，就是这个原文里面讲的不显名，不显名无了。那你的这地讲理性，讲三行五行合法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就一行，就亲像法华经上所讲的，唯有一行法，无利益无三，诸佛啦，方便说啦。释迦牟尼佛甲咱讲二行，讲三行，方便说啦。就是讲，咱这个世间有啊，叫做世界无啊，只有一心法。一心法就是一佛性啊，各人拢成佛咯。这个渐渐，互咱对叫做世界认识、熟悉咯，有。所超越，由逆之所闻，为是诸佛如来满得洪名，菩萨声闻及诸天仙人种种加护啊，今无三恶名利利逆君故，逆中不闻恶名。果我无不显明呀！在西方叫世界，都爱逆君清净，
你每工所听到的拢嘛是你欢喜的，拢是清净平等觉啊！啊，清净平等觉啊，相违背啊！你想要听到拢听无，拢无啊！你看这个世界偌好呀、啊！下面阁讲咯，犹如阿弥陀经话，几乎国土尚无恶道之名，何况有实？这句话是讲，犹如世界无三恶道啊，嘛无罗刹啦，嘛无阿修罗啊。这些不善的名，拢总听袂着，何况有实啊？但是，叫世界有众鸟说法，众鸟对都会来，是诸众鸟，该是阿弥陀佛，有令发音宣流啊，是变化所作啊。这众鸟啊，是阿弥陀佛变化的七头米啊，不是真的啊。不是真的啊。阿弥陀佛，那个众鸟就是阿弥陀佛啦。阿弥陀佛变成鸟来给你说法，你加以鸟啊，都该盖石头，伊就变这个来跟你说法。伊唔是真正的贴身刀，伊是佛啦。这里面啊，一大师啊，讲家真好啊。灵峰大师就是熬夜大师，无处更有妙解。这个妙解，我也会当体会到啊。弥陀要有解法，问用问答的这个方式，别好定非恶道名呀。这是问，答机会最薄，这一一名利该转如来功德，所以究竟别好定。啊，无非性德啊，无非性德啊，理清其恶名在。这个所在讲显明恶名，伊呀、啊，对于什么所在看呢？一个咱会当一个甲转过来咧，对六道啊一切众生的看法，众生甲佛的差别，在迷悟啊。啊，觉悟了后啊，伊啊都是佛啦，迷了都是众生啊。这个白佛迷的时阵，伊是白佛，即是道啊，伊觉悟伊成佛了。一生佛甲十方诸佛是无离无别啦、啊，也分爱现白何心呢？佛无心相啊！啊，永远都是，亲像《楞严经》所讲的，随众生心，应所地量。众生是爱白好，伊就现白好相，互甲你说法。爱人天相，就现人天相，甲你也说法。啊，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心呐、啊，我一定的心相。所以啊，会显无
无量相。咱袂当现无量相呢？问题伫倒位？咱执着这个心想我。如果你无执着这个心想我，你嘛会当现无量相啊！你一定都爱这个款，这是我，变这款都唔是我。啊，你就无办法当现咯。都你伫这地啊！啊，你对这所在那些体会牵入去咯，然后你就知影，花草树木山河大地，都一个唔是究竟发心相呢？这一点啊都无奇怪啊！咱那个看下面，顶面引用的就是《要解文理》啊，也来说的著作。下面那是念老啊，给咱解释，基于如下经文：彼国尚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，这是弥陀经上的，估计几个字。有白鹤、孔雀、鹦鹉、下鸡、夏令平客、共鸣之鸟，故学问曰：真正有这些人初学的，无刻的境界啊！也问讲，极乐世界既然有这些鸟，这些鸟敢拢是恶报呢？敢是天使多呢？去这个疑惑，认为讲啊，这是天生道啊，要解答案。经文都不为出鸟，只是罪不所生，伊唔是天生道，伊唔是罪不啊所生诶。呀，这个白鹤顶呢，顶就是孔雀啊、鹦鹉啊、下里家庭宾客共鸣之鸟啊，这是经常所举的这贵种啊，包括所有的特生都，伊唔是最不所生的，也伊是假名，伊都唔是妄名。是诸鸟顶界如来啊，圣殿所现呐、啊，所以名字乃表啊如来圣殿，那就变作弥陀了。言可修有名，拢嘛是伫人的一念。一念迷了，你有分别有执着；一念觉了，分别执着就拢无了。啊，咱今仔日伫这世界上，它附近疑惑啊真多，到结了世界，这疑惑拢无去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你去到结了世界。伊个梦想分别执着也无去了，并无断啊，伊是未起作用啊。为什么未起作用？你啊，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本愿啊，威神的加持啊。这个加持呢，啊，你就变作阿维瓦地菩萨了。阿维瓦地菩萨是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如果你也过会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你都不是在极乐世界，而在极乐世界不可能有这种的现象。
呀，阿威话，伫咱即个世间讲，禅宗内面所讲的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啦。这个佛是天台大师所讲的分证即佛啦。华严经上讲的原教初诸菩萨啦，对于初诸到顶格，这个四十一个位处，这个四十一个这个位处啊，伫倒位来修行呢？伫是佛土啊，因那正着的心是发性心。因徛这个土时，会发性土啊。如来性德所现啊，这才知影了。所以，你两根接触到的拢嘛是自性。这个见性咯，也由此知影，咱真正离开咯。妄想分别执着，妄想就是起心动念。咱若根伫现前境界内面，真正做到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啊，你就。成佛咯，佛家有一句话伫咧讲啊，放下多多，立地成佛啦。多多是啥物？多多就是啊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。为什么叫做多多？多多是做恶业的这个工具啊，多杀众生啊。啊，众生罢了，这是多多啊！厨房内面迄个切肉的刀啊，哎，拢是多多啊！用这个来做，比如那些犯罪工具，咱伫六道内面犯罪，什么犯罪？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啊，就是咧犯罪啊！这物件一个放下，你就成佛咯。啊，所以未够再吃众生肉，也不但未吃众生肉，连吃众生肉的这个念头啊，都拢无咯。这是咱学佛的人啊，做会到的啊。啊，如果你是吃素食，吃四五十年，你未够再去想咯。闻到这个味啊，拢感觉会翻白啊。拢未赶紧来离开，未起这念头啊！这都慢慢的养成习惯咯。所以西方叫做世界人，你想看咩？六根啊，接触六尘的境界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啊，所以这些疑问，拢是咱现在在凡夫初学佛。初学净土，免不了有这种的妄念、妄想啊。但是这个妄念要解释清楚，无解释清楚会甲障碍着，障碍伊的信心，障碍伊的智慧，障碍用心啊。所以经教的作用是帮助咱断疑生信呐。啊，这是咱现在的境界。啊，功夫成就的时阵呢，经教甲咱啊做证明啊。呀、啊，咱证到的这个境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经教做证明啊，你看到西方叫做世界了。你见到阿弥陀佛了，如果甲无量寿经顶面讲的是同款的，真正一点无假。
啊，讲看到阿弥陀佛，看到极乐世界，甲经常讲的呀，拢无共款啊！啊，迄都是假啊，迄唔是真的呀、啊。十年啊，我伫香港咧讲经，大概总有30年前咯。啊，向吴怀法师提一本书给我看，《极乐世界游记》是一个出家人写的。啊，伊去到极乐世界去参观、去旅游，啊，伊讲极乐世界有女人。向怀法师提这本书问我，伊讲这个唔对啊，极乐世界无女人啊，伊哪有看到女人呢？伊来问我。我讲伊去的唔是真正的极乐世界，是假呀。为什么呢？经是证明啊，经有两种作用。无开悟的人是帮助咱破迷起悟，已经开悟的时阵帮助你证果啊。你所证明的境界，甲经讲的是相应，都是真的。诶，就是正确的啊，不是错误的。如果你啊入到这个境界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唔对啊，极乐世界有女人，你行唔对所在，迄唔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。啊，这个是未当唔知影呀，啊。所以伫极乐世界，若君接触外面境界啊，拢总是叫做见性。啊！你一切相啊，就见一切性了。性相不离啊，性相一如啊。唔是讲相无了才见性，唔是这个意思。啊，相是缘性缘灭啦，因缘生法，性是不生不灭啦，不生不灭都在性灭当中啊。你若在生灭当中看到不生不灭，那就对了。啊，离开生灭去找着不生不灭的找无呀？无这道理，所以啊，你都爱会向你呀、啊。啊，那你叫你做你的钢筋。因为啊，用网络、用电视，所以咱常常用电视屏幕来做比如。啊，用电视的屏幕，比如发生屏幕当中现的这个现象，音声色相，这就是。诸性所变的万法，林大师所讲的不及诸性啊，是人性万法。你还知影？屏幕内面的人物啦、啊，甲屏幕是啊，一唔是你。你要按怎讲会当伫这个？人物的内面看到屏幕咧，看到屏幕就是看到自性啊。如果是未伫这个人物啦，这画面咧、音声咧，啊，你甲这个屏幕未记得咯，那就是未咯。啊，所以是讲这境界啊。电视啊，唔是歹物件，如果真正会晓看咧啊。知影这个道理，会晓看，会明心见性了，伊成佛了。看电视嘛会成佛咧，也未伫电视的内面啊，你就会对这个对三途咯。啊，你真正跟我背背咯，啊，性相一如，性相不离啊，你了解咯。啊，你对这所在跟我。然后啊，在现实的生活当中，现实的生活就是色相啊，就是法相啊，性别的法相。
边牧伫倒位啊？边牧不离开啊，边牧是永恒不灭啦、啊。伊啊，唔是叫虚空，虚空嘛是形象啊，也是对诸性变的。所以你即下头这些所在悟到恭喜你咯，你见性，你成佛咯。啊！伫这个边牧，这个是一个引导啊，引导你啊入境界咯。呀、啊，引导你啊入佛境界啦、啊。这不是理性，不是菩萨，是一回行啊。怎样？什么呢？怎样？屏幕内面的色相是假呀、啊？你看那个冰刀啊，一个关起来，也就无咯。屏幕跌啊，冰刀那拍开，也就有咯。呀、啊，现在有真侪练习，有一百块冰刀。你会当随便去甲切换，就像咱讲个是法界共款啦，讲即个六道轮回共款啦，顶面有十八层天，下面啊五鬼贴身地角啊，哦吼，唔知有偌济多咯，迄拢是生灭法啦。但是诸性永远不生不灭啦、啊，但伊是灵现，妄想分别执着是灵变。如果咱甲妄想分别执着甲拢放下咯，这现象就不变。是不中央托来对不变呢、啊？啊，伊虽然不变，伊同时啊，会兴顺众生，会随喜功德啊，会以三十二种应心，不讲应心。当时、当初、当时、以初、以时、当初啊，灵现无量无边的色相啊，帮助一切众生不必开悟啊。如果咱把这个现实生活拢看作是电视内面的画面。这是啊，一种真好的修行方法啦。啊，电视画面咱知影，会当欣赏，袂当得到呀。你无办法得到啊。赶快这道理，啊，那现实的生活，这是会当啊来受用，会当受用，会当欣赏，袂当加控制，袂当加占有，一定袂丢啊。啊，刹那心呗，你啷得着嘞？所以啊，把人生在世看作是电视内底画面，这也不是真的啊。什么拢好，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。只要你未执着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无一个不是好人啊，无一个不是好事啊。你底下的表演的欢喜啊！演正面的好戏演较好，演反面的演阿鼻地个也演个真好，演个真行。啊，你就会跳出伊个这范围啊，做变相观啦。啊，你做一个咧看戏啊，你唔是去搬戏个，也未安怎，未就走过来在咧搬戏咯，那就你艰苦咯。
干我了，干我就变成看戏，不是搬戏啊。所以诸佛菩萨在边啊咧看戏啊，让这众生在舞台顶咧表演呢、啊。啊，大家看电视都爱知影讲，要按你来看，啊，你就会向你咯。做事大家常常讲的，会向你袂？你看电视，你会向你袂？会啊，会、啊、你就开悟了，一、啊、袂就袂咯。啊，做人嘛是这道理啊，同款的道理，你会向你袂？会向做人的幸福咯，袂向做人的会去轮回咯，搞六道轮回咯，这就错了。关键啊，就在隔壁啊，不在别行呀、啊。啊，咱看下面老居士所引用的《有观经观》，如意诸王啊，涌出金色微妙光明，一光化为碧波色鸟。这是《观无量寿佛经》顶面的一段话。西方极乐世界有啊，可见极乐意境，依波是环境，正波啊是菩萨，是佛菩萨。你看，色是如来故觉之所庄严。阿弥陀佛啊，变化所作啊，是主将了解是阿弥陀变化所作，彼陀一色一相，一定一明，无非中道啊。这个中道是自性啊，解是不可思议法，解是全体大用啊。就来怎样？阿弥陀佛，为什么要做这些变化呢？因为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是来自十方世界，啊，来自六道轮回。六道内底每一道啊，拢有天道有，人道有，修罗道有，罗刹道有，即时道有，魔鬼道有，地界道有，倒一道拢有。即人来到极乐世界，习气拢无断啊。烦恼啊，为什么袂生气呢？因为极乐世界无恶言啊。以阿赖耶内面啊，恶心所恶的种子啊，未当去现行。但怎样啊？种子必须要有缘才现行，伊无缘啦，所以啊，伊未起作用。但是习气呢，要安怎帮助伊将这习气加化解呢？所以就真正做诶变化所作。啊，这种种变化，每一人接触了后，感触无同款，就亲像咱这世界同款呢。咱的游览山水。咱们人在同一个所在观光旅游，每一个人的感受拢无同款。所以在佛法来讲，伊根性无同款。
失去无同款啦。啊，伫咱人间也是讲伊即个素质啊无同款，文化程度无同款啦。啊，每一个人爱好也无同款，感受也无同款啦。这就是所讲的这灵感嘛，特别是艺术家，嗰是艺术家的灵感嘛。作为艺术家，因每一个人的灵感也拢无同款。啊，你进入世界也真正自然的显示出来了。就是这个道理啊，所以咱来知影的，是进入世界已经庄严吗？拢嘛是啊，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啊。啊，咱若去咧也接受阿弥陀佛变化所作，阿弥陀安怎变？就是啊，四十八愿伫咧变啊。四十八愿虽然只讲了四十八条，照咱这个经的时阵实在讲啊，二十四愿。可是二十四愿啊，一个展开无量无边呐、啊，亲像佛法里面常讲的声闻。三千为疑，对对来，十善业都来啊！十善业都十条，一个展开啊，就是三千条啊！啊，菩萨更加多了，大乘菩萨八万四千世行，对对来，也是十善啊！大乘菩萨将十善展开为。八万四千世行，啊，咱就知影了。阿弥陀佛，四十八愿也好，二十四愿也好，伫叫做世界展开，都、就是啊无量无边的世行咯。这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做咯。这都是阿弥陀佛加持啊，叫做世界已经啊，加持叫做世界已经庄严。啊，咱对这所在去体会，一下就断毒了。有道理的啦、啊，这话不是随便讲的啊。因现在我讲有科学根据啊，啊有符合逻辑的概念，一点也未乱啦。所以是不可思议，法界之全体大用，这法界就是诸性，诸性性德。全体德用，是故彼国一一名利，但现如来性德，如来性德甲家己的性德是一，唔是二。如来正将法界照贴心愿，功德究竟。表现的以一真一切真故，以究竟一切究竟，由以加名转现实法，故彼陀一一名的世界究竟，
究竟就是啊，自性变现呢？自性变现呢？就是性德的启用。啊，古代的有比如以金作器，器器改金。啊，咱用黄金。说起尊佛像，金本啦、啊，你看是佛啦、啊。我过用这个黄金说一只这个白虎，然后就变成白虎咯。体无变啊，相变咯，体无变啊，体也是黄金啊。黄金代表究竟啊，啊，这个。诶，俗的佛像，究竟佛像，究竟佛啊？俗白佛，究竟白佛啊？我该俗一宝塔，究竟宝塔？我该俗一张树啊，究竟树啊？这张树啊！山河大地，树木花草。一切万法，无一项啊，未究竟呀、啊！林黛玉所讲的“何其诸性，人性万法”啦，这个万法是实法界已经庄严，也不止啊，应该讲变法界、异空界啊，那一法都未去留去啊，拢嘛是自性变现的啊。啊，共鸣之鸟是究竟共鸣之鸟，是自众鸟该如来性德之所现啊，国其加名也该是啊，性德之微清啊，你会恶名矣，不是恶名。这意思好啊，让人明了咯，是不是去到西方叫做世界才看到呢？不一定啊，咱在现前看到，就看到西方叫做世界了。只要把咱的心念调整过来，安尼就好咯。啊，中风禅师第三十七天里面讲得真好啊！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。诸方即净土，净土即诸方。咱心态一个调整，都要调整到安怎呢？咱就会去到叫做世界了。到倒一天，咱看到咯，六根所看到所有一切景观，拢嘛是阿弥陀佛。那恭喜你咯，你就到叫做世界了。你看到一切人阿弥陀佛变化，是真诶，毋是假啊？看到一切动物、树木、花草啊、山河大地啊。所以一切现象拢嘛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啊！啊，咱恭敬礼拜啊！称赞感恩啊！你真正看到叫做世界了，叫做世界就是眼前啦。所以呢，你梦想分别执着就是啊。有梦想分别执着，拄则有讲咯，这个物件是造业啊。有这物件，你哪会讲未造业呢？其实当然造业啊。
分别是作业，执着是作业，拢嘛咧作业，做什么业？做六道轮回业啊！未执着咯，未做轮回业咯，你做四乘法界业，也有四乘法界。未做轮回业呢，也是造业。啊，未分别咯，功夫观咯，菩萨啦，不分别咯。住在。十法界顶面的两层啊，十法界内面的佛甲菩萨啊，未当见性，未当出十法界，虽然是佛，天台大师甲你叫做上师即佛，虽然是菩萨，大乘教内面啊，讲你是观高菩萨。也为什么呢？伊也够有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放下，啊，你真佛咯，你唔是假啊！这个时阵，十宝庄严土现前咯，你的眼前呢，就看到极乐世界咯。你的眼前呢，就会看到阿弥陀佛咯。但世尊菩萨讲得真好啊，一佛念佛，眼前东来必定见佛啦。用这个方法，就是咱所讲的。一佛心内只有阿弥陀佛，嘴内只有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最先啊，顺境顺仙，心靠啊，顺境顺仙，你的心之所行，当然是顺境顺仙咯。这款代志啊，无人会当啊障碍。这诸位同修爱知影，只有家己障碍家己。啊，妖魔鬼怪是袂当甲你障碍啊，完全这主嘛是袂当甲你障碍。啊！妖魔鬼怪，凡亲这主会当障碍啥人呢？障碍啊，有妄想分别执着的人，伊障碍伊啊。你甲妄想分别执着甲放下，啊，伊对你无办法障碍。所以一切障碍，你相信想法嘛，拢嘛是誓言呐。老多来对，把这物件放下了后，你家己无挂碍了。啊，一切障碍业障，自然就消除了。为什么？事性来对无啊？你见性啦，做起来都无啊，所以系拢嘛是假啊，拢唔是真呢。可是你拿人假做真啊，你就真有，你真正系惹麻烦呐、啊，就真正做梦同款，就真正有啊。真正觉悟，醒悟过来了，无咯。
望你明明有六处啊，甲许空空有大千呐、啊。甲了后咧，就是啊是不妥，甲了后就是啊祝福境界咯。这第二十八，国无不相关。咱来看下面第二十九，自正定自愿，在眼前，好吧。最亲切说，感觉到呀，是现代人心浮气躁啊，不定啊。我的同学常常啊写物件给我看，写问题来问我，你写个真正了错，这是在咱这代少年的时阵唔捌看到呀。换一句话讲，莫讲时间久了。五十年前，四十年，五十年前，阮伫社会上咧甲人往来，写规字啊，拢嘛是规规矩矩。通常咱看到行楷啊，叫行书啊，毋是完全草书。现在咱看到的人写字啊时阵潦草啊，这说明什么呢？一心不定啊，一妄念多啊，一烦恼重，就对这看到。啊，讲话多，妄念多，心不定。这是啊，真大的障碍。然后有这种障碍的人，主是念袂好呀，主无读入去啊。所以现在学生啊，你好好读书嘞，目的什么所在？目的是要考试呀。应付考试啊，只要考试及格咯，毕业文凭摕到就好咯。文凭摕到咯，无学到物件，老师教什么款学生呢？老师无咧教学生，为什么你若是要教学生，教学生结完仇咯，无定学生会甲你抬死啊？唔敢顶嘴学生啊，学生唔听话啊。老师说要是什么呢？老师要提薪水啊，给你记啊。各处说书啊，学生混文凭，老师混重点费。讲又说书，所以大家拢无负责任咯。我伫这个出家了后，嘛有教。几多年的书啊？然后我伫学校有教过五年啊，真正是这款的啊。但是迄时阵比现在好真多咯。迄个时阵学生啊，伫咧做作业的话，啊写的字啊，拢也阁是真正规矩。啊，你真正讲写个真潦草，就现在这款，老师会使卖改你的作业啊，甲你退回去重写咯。写了无几句啊，卖看啦！也唔知啊，变个遮普遍咯。
这个、社会哪会讲袂乱呢？我甲彭老师学一个天海时阵六十年前啊，迄个时阵，彭老师甲我讲，伊讲现在学校先生无成先生，学生也无成学生。我迄个时阵给伊写批，写一篇文章送回老大人看，目的是想讲要来去学校旁听伊的课程。伊也甲学校状况甲我讲，伊讲啊，你若是去学校啊去听课咧，你会真正失望啊。这有什么意思呢？刚讲本老师在学校上课，我去听也会真失望呢，真可能啊。现在啊，迄个开唔免讲咯。我现在也是澳洲昆士兰大学的教授啊，英语教授。啊，即有一摆去校去的时阵，学校甲我安排一堂课程。啊，同学讲一堂课，安排的这个老教授跟我讲，伊讲阿叔，你也知影哦，现在学生在上课，耐心啊，只有十五分钟，十五分钟了后，伊就没耐心了，心不在焉啦，会当讲一个故事啊，讲一个笑话。大家也斗阵同乐，现在是这款情形啊！到课堂这个看，果然无错。十分钟以后，你看这个学生心不在焉，目睭无咧看老师了，看窗啊外咯。伊康听外面的声音吗？啊，咱就这样讲，这风底下，到他的水平已落千丈，免他假呢，这才是真正忧虑啊！啊，咱这代社会乱咯，下一代会更加乱。你安怎来救呢？想不出办法啦。想来想去，只有宗教教育会当救社会。假如你来，我讲真多了。是四国宣扬啊，真正听有的人也无罪啊，有啊，毋是无啊，真正听有的人也是真少数啊。啊，所以呢，任何一个国家。这地区啊，想要讲这个地区，恢复正常的安定、和谐、欢迎、幸福，无疑
年来宗教是肯定啊做袂到呀。所以今仔日团结宗教是重要，鼓励宗教爱回归教啊教育，爱知影宗教本来拢是啊重视社会教育工作嘅，伊毋是迷信。宗教那是忽略了教育，完全啦做宗教仪式，那就会予人认为讲是迷信啦。所以宗教要回归教育啊，特别是佛教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刚经教学49年啊。迄个时阵无宗教仪式啊，只有礼拜老师的时阵，行一个三皈的仪式啊，非常简单，几分钟，简单两钟。啊，咱看所有宗教经典内面，非常重视伦理道德因果，各向上提升，那就是铁学甲科学。这五个科目，实在来讲，拢讲到尽善尽美咯。如果每一个宗教拢会大力的提倡，社会就会当回归安定和谐，欢迎兴旺。这是咱所愿望的啊！啊，咱想看麦，看到这个经本上讲的叫做世界，这是咱所向往的啊！这世界偌好啊！向往都要发心来去啊，安怎去呢？依教修行，关键啊，拢在心是放下。真正的放下，你问题就解决了。伊的条件就真简单咯，真心啊。这丝毫怀疑都无啊！怎样？什么心显色变啊？这不是假，真正法官一心念佛啊，无这未成功的啊！现在大师讲啊，真好啊，万修万能去啊，这个未老去。问题就是讲，你想要去无？是真的是假的，真想要去，伊就会当去的。咱看29愿，所有众生成我国者，皆当一心住有定住啊，这是经文啊。注意这个第一句话啊，所有众生成我国者，这个意思不管伊对倒位来，对印度来往生呢，天道往生呢，即时道往生呢，恶鬼道往生呢，地狱道往生呢，修罗罗刹往生呢，不管倒一类人。来到叫世界，无到叫世界，都唔是一心。这个人一个心啊，所以六道啊，真复杂啊，心无共啊，念头就无共咯，因为无共啊。
是到极乐世界，皆同一心。这个一心是真心，妄心无了。为什么执着心嘛也无了？分别心无了，起心动念无了，还有一心咯。这是真的啊，不是假。啊，在这世间有贪嗔痴慢疑，极乐世界贪嗔痴慢疑完全无了。是见思烦恼，拢总拢断了。这个断是福端，不是灭端。阿弥陀佛，本愿为神的加持啊！西方极乐世界，未过再有恶缘咯。所以啊，你若有恶习气啊、恶种子，绝对未现行，就是伊未起作用。现前是什么呢？现前是一心现前，真心现前呐、啊。你用心，用真心，真心就是无执着。无分别，咱经题上讲的无执着的清净心现前，也清净是真心。慧能大师啊，明心见性啊，第一句话就讲：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。若是清净心现前，分别放下了，平等心现前。比清净观一层咯，阿罗汉比丘佛证到是清净心，也见思烦恼断咯。菩萨证到就是平等心，伊分别心无咯，就是尽沙烦恼断咯，未过分别咯。伊的平等心，最后啊，会甲梦想断去咯。梦想是起心动念，那就成佛了。你在当脱离十法界，到西方极乐世界人全部拢脱离十法界。伊唔那讲是啊，无分别执着，起心动念都不拢无了。你看，有第五无差别观。头前啊，咱念记，生彼国家，所有众生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形是身体，身体无差别，同款呢。猫是相猫，也无差别啦、啊，是同一类啊。阿弥陀佛的相完全同款。咱今仔日啊，看到真侪人是咧为极乐世界变相道，为那无成啊？为什么呢？阿弥陀佛的相位甲特别的大，菩萨较细一点啊，往生人佫较细啊，无成啊，甲经常拢无同款啊。所以呢，佛在西方三圣是按照佛在法。注意你这地看到咱的佛堂，佛在西方三圣这个像啊，万念世俱跟阿弥陀佛同款啊，分不出来啊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跟阿弥陀佛也是同一个像啊，也分不出来啊，凡夫分不出来，伊那分别的出来。绝对也未个人认错啊！因有智慧，伊无烦恼，心地清净，伊心灵有感应啊，有感通啊，未认唔着人啊！
行迹相累，心内也动念啊，心该啊，动意啊，注定住啊。伊来讲不定呢，就叫做结落啊。今世界对对来就对家来啊。这个道理，那唔但讲爱捌，还真正了解啊！哎，深深的去体会着，为什么呢？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，会得到受用。啊，咱渐渐啊，把这个世界看清楚咯。看清楚了后要安怎呢？看清楚，卖阁计较，卖甲伊藏咧心内。啊，咱就真正会伫日落时中，一感觉暗，心内只有阿弥陀佛。这才会当办事啊！什么拢无想？什么免学，会当万事不会啊？什么事拢会办？为什么阿弥陀佛啊，智慧啊，心通啊，德能啊，就会加持你啊？你就袂把这个代志做唔对啊？你就爱相信啊，你若唔相信，袂用你啊。这个相信是有理论依据的啊，唔是随便相信啊。这个经常对这道理讲啊真清楚啊，你也当个性德相应，你敢会做唔对代志呢？啊，甲自性未相应，佫较聪明又拢会做唔对代志，为什么呢？是妄心。是八十五在心所，真复杂啊！真心未复杂啊，一心啊！所以咱从心归到阿弥陀佛也是一心。虽然唔是真正真心，佮真心啊是真花棍咯。往生就会当去净掉咯。地灵珠家之啊，净定珠乃三珠之一，就是佛法里面讲的三珠，就是三类。要咱看下面的注解啊，三珠包括一切众生，诸事啊，诸类啊，之义啊，啊，就是一切众生分作三类，佛经上叫三珠。三珠之说啦，同有大小乘，其义不一啦。第一种的讲法，以正定珠必定正我者，这类人心地清净。一定会开悟啊，一定会进步啊。伊也会把梦想执着甲放下，以后好进步就会真紧。学习咱中国古人教学真重视这点啊，教之道规专啊，对囡仔来教起啊。中国古早时阵，在国内教育是老母负责啊。啊，母恩德大，
唔啦，讲有生育之瘟，你的菌啊，是伊帮助你杀的啊。就是讲三下以前，那不是你女的榜样，伊爱做出好模样，让囡仔来看。这不是言教，是身教。做老母的人，起心动念，言语做作，拢爱如理如法啦。伊那将来大汉就好教。即个去读书，老师甲伊做朋友啊。学诶物件，一项一项来学。唔通讲同时学两项，这都是教之道贵以专啦。为什么只教一项，一心是定呢？伊就想迄项，伊学较真轻松、真快乐，无压力。你看当时叫他有几多门功课，他就会分心，他的精神意志不能集中，那都不是他心了。那他就会很高啊，分别集中，他创这些咯，这东西不是好东西，要给他放弃了，现在不但没有放弃，还可以增强，希望你加去分别，加执着。你讲这敢是真麻烦的代志啊！所以现在教学甲古早是相反的呀。现在人批评古早人，讲古早是封建制度。压下人民，伊无读个古书，读古书你就知影了。知影什么？制度啊，是是个啊，伊毋是歪啊。制度是法律啦，法律规章啊。但个人是好人。什么制度，伊拢做好事。人若毋是好人，佮较好诶制度，伊共款去做歹代志啊。所以中国古早人伊是啊，大生啊，甲人教会好，人只要教会好了，什么制度拢是好制度。人诶心也是歹咯，贪嗔痴慢。所以你理记佮较好诶制度来到伊诶手里，伊就用迄个制度做一寡自私自利啊。中国古人咧讲，法是地之本也，管理大众诶代志啊，法是个根本。人也是法之源也，人也是法诶源头。源头若无好，迄、那个本啊也是无路用。所以中国人重视人，有人才有法啦、啊，无人法啦、啊，拢嘛是假，毋是真呢、啊。所以教育啊就太重要了。现在教育甲古早时阵就完全相违背。现在人讲啊真好，以人为本啊，但是教育无以人为本啊，教育以人为本啊，迄才是好啊。人来自私自利，迄也是以为本啊。啊，我所讲的，人不自私，天诛地灭。
我是早年的在香港啊，何修新来访问我，伊是阿西电视台的主持人啊，甲我提出这个话，我当时就甲伊讲，我讲这句话是错的啊，唔是正确的。伊讲安怎是错呢？我讲空了无主，无主师，天也无独义啊，地也无灭义啊。现在我你无主师啊，念念嘛拢是为了别人，老天也无独义啊，地也无灭义啊。我佫讲，我这一生也无主师，天也无独我，地也无灭我，还佫加添福添寿。这个观念错误呀！圣贤的教育，起心动念，会教咱替别人想啊，唔通替家己想。这款的心，就是世界和谐、家庭和睦的中心理念啊！啊，人往做为了自私为家己，你这个家就袂好。每一个人拢是为家己，家庭哪会当好呢？现在问题真严重啊！夫妻两个人都拢有文书馆啊。啊，先生有偌侪钱，因某唔知影；某有偌侪钱，先生都唔知影。啊，这个家庭咁咪好呢？你还动钱呐、啊？两个人就分手咯，为何嘛？夫妻呀、啊，要舒心，你讲只有什么办法呢？这问题真严重啊！拢是因为教育啊！现在当讲一条真话，做一条好事啊！这也伫宗教内底啊！你看世间人认为讲宗教是迷信。所以这社会哪会讲未动乱呢？你化解这个动乱啊，是乱也困难的呀。啊，动乱就是人心不定啊，人心定，这动乱自然就化解了。你将下正主，毕竟不正我家。伊嘛是有定，但是啊，伊个目标方向是为着自私啊、自利，伊唔是为大众。伊安怎有定呢？伊是为着这个利益个集团，迄个下定主啊。古早时阵。在帝王，如果伊是正定主，伊个国家一定兴旺，一定强大。为什么？国王达刚是咧为着人民来设想，那达刚啊想欲帮助人民啊解除痛苦，帮助伊离苦得乐，这种的君王啊，一定对人民的爱戴啊。所以啊，伊个国家一定强盛。末代帝王完全是讲个人的享受，无顾人民的死活。人民啊，一定会起义，家己推翻啦、啊。伊就国破家亡啊，叫下定主。
啊，这个雷真明显啊！真容易体会啊。第三种不定住，有缘那就静哦，无缘你就未静哦，这是不定住者。不定住占多数啊，也伊拄着善缘，伊就是善人；伊拄着恶缘，伊就变作歹人咯。所谓是君子即切，君灭即邪啊。如果这个社会教化的这个风气好，有圣贤教育，这不定诸全部变作好人咯。如果教化不当，啊，这个社会啊，全部拢是变作歹人咯。啊，现在社会教育。像你做呢，媒体伫咧做啊，所以你若了解这社会，你甲看这个电视是咧演什么呢？网络是咧播什么呢？啊，报纸杂志啊，所报道的是什么呢？你就拢了解咯。所以台湾三年提倡复兴中国传统文化，有人请教彭老师要对倒位做起，彭老师甲这个人讲，大生爱甲即个电视、甲无线电的广播，拢做甲停起来。报纸都爱关门，杂志爱封闭。人讲为这袂用，这做袂到啊。本老师笑笑讲，这物件，他讲伫咧破坏中国传统文化，只要有这物件伫咧。传统文化是无可能的复兴啊！伊讲真正好啊，但学传统文化也会得到一点仔利益，什么原因？因若有权开放，但若有权无爱接受，你电视逐天咧播，我不爱看，我几十年无看电视，无听广播。啊，几十年无咧看报纸，无看杂志，我有权无咧看。你，逐天伫咧看这物件，你敢袂去受影响呢？古早人有一句话讲真好：“知识多时烦恼多啊！”你逐天看这個，你哪会讲袂生烦恼呢？你哪会得到正定珠呢？拢总古传卖看，我逐天看佛经，除了佛经以外，无要看别行。这心嘛，这会当定落来啊，无受感染嘛。那讲逐天去看这个，接触这个，老早就乱去咯。不但未通往生，连经典教义都唔捌咯，看都拢看无啊？为什么？内心即个乱，恭敬心无咯，无恭敬心。虽然听讲，虽然读经，啊，拢真恶得着利益，内心不在焉呐，又未通吸收啊。就是讲念佛，即一挂念珠一百空八声佛号，伊拢念未落去咯。伊连几声就袂记得了，阁想别项物件咯，一关都拢念袂成，
一天哪会当念几万声？唔念做老基师往生的时阵，迄、那个半年呢，伊甲我讲，伊每天念好好14万声。还什么静定珠啊？对定念佛啊，甲遐个杂念拢念无去咯。啊，今仔日时间到了，咱就讲到这段。